这个是3G，这个户型很好，这是一个东南 corner 的一个户型，非常好，采光会很好的。进门这边左手边是一个 walk-in closet， 刚刚搬走，它会重置 reprinting cleaning 的。这是一个 corner washing dryer， 就你可以把卧室跟客厅做了一个隔断，这就是朝南的正南。这户型很棒吧？这边是个洗手间。户型特别方正，这边朝东，正东，然后这边朝南，所以它是个东南的 corner。 户型很方正，然后厨房在这一侧，很好分隔。